当兵的时间啊，馆长、甲伊子女、甲伊亲友团、甲馆政府一个局处，拢去用起诉嘛？起诉迄足严重个代志嘞！过去宜兰馆政府毋捌发生这种代志呢，卖讲宜兰馆政府，全国馆政府毋捌发生这种代志。宜兰馆闹鬼啦！宜兰馆闹鬼，所以拜托大家，馆长爱画面，爱画面。都会爱上宜兰，只要经过宜兰，都会想到宜兰在台湾民主扮演的重要的角色，对不对？我要告诉各位，这一张选票是要选择终结宜兰的黑金，是要选择一个更光明的宜兰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最近重点赶快交受到国民党无情的攻击，我乌甲恁强，咱这边袂当过国民党得逞好啊无？哦，那讲学习我输定了命哦，输因大家拢输足济。啊，那讲学学破我赢足济啦，学七级，四经毕业，啊三经无毕业啦。哎，各位啊，啊你若用安尼当我甲人算，啊你若无甲我听受，我哪会当算？我们一定要重建宜兰的荣耀，安好阿无？啊，若要重建宜兰的荣耀，啊，就是即马一个，伊都拢知影，伊即马都伫化，伊即马做证件，啊，要拜托大家，所以讲大家都爱甲投邮票、怀股票、动算，安好阿无？特别一个18岁公民权、公民户籍，这是历史上头一届，我们大家一定要想办法来支持18岁公民权，安好阿无？市长有哪无予大家闹开？以城市改造、宜兰永兴的市政总目标积极推动，包括历史、艺文，包括产业绿化，包括科技智慧，也包括文化、安全健康以及生态花园。城市外交六大政策，不只是予咱宜兰市全面性的进步，嘛甲宜兰市带入国际，嘛国际带来到咱宜兰。所以伫个变革中间，伊无名无职，得到中央政府肯定、颁奖、表扬的项目不计其数。就是头拄仔有些群友一定所讲的。找回过去咱宜兰县的光荣啊，为台湾打下两个真有光荣的招牌。第一个招牌就是民主的圣地，第二个招牌就是绿色执政、品质保证。在美丽岛事件内底，八大修行人内底，咱宜兰县人就占两位呢，林义雄甲陈菊。在民进党推动台湾民主进步的过程当中，咱宜兰县嘛有两个人担任过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，林义雄甲杨锡坤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咱宜兰县人对台湾的民主的贡献有偌尔大呢。未来江宗彦来当顺利接班当选宜兰县的县长，绝对是维持绿色执政、品质保证这个招牌。大家讲是不是？大家讲是不是？民主招牌重新擦亮。